月初预警宣布和凯沃男星范江彦峰的婚讯，并于4月证实怀孕的好消息。胎儿如今已经9个多月，他近日把握临盆前的宝贵时间和老朋友们相聚，并晒出照片和粉丝分享。他笑说自己看到全身照才发现自己居然好久没这样穿了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果果随性扎起头发，身穿白 T 相当映衬他的白嫩肌肤，宽松长版的衣服剪裁衬托出他浓纤合度的双腿，即使他只搭配平底球鞋依然不影响整体比例。还有一张照片中果果和闺蜜们一起捧着9个多月大的孕肚拍照，可说是相当可爱。而一系列下半身失踪照曝光后，让大批粉丝纷纷惊讶直呼太夸张了，是最美孕妇啊。